更年期提前怎么办？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张雪玉，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妇科主任医师。更年期提前呢，这是老百姓的话，更年期提前。那么我们医学上叫40岁以前绝经的妇女，我们叫卵巢早衰。那就到医院里头进行检查，那么缺啥补偿，卵巢功能衰退了，更年期提前了，那么就要用我们的激素补充的药物来维持这个月经，来维持女性的一个正常的生理情况。那么更年期提前了，还是要到医院去就诊，进行相应的检查和相应的治疗。那么治疗呢，主要就是用我们的激素的补充治疗来缓解更年期提前的一些症状。